20201月9日，欢乐春节吉姆楚天组委会在洛杉矶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由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主办的2020欢乐春节吉姆楚天大型文艺晚会，将于2020年2月1日晚7点在洛杉矶洛克曼大剧院盛装登场。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执行会长赵林主持新闻发布会，并介绍了晚会的总体筹备情况。执行会长刘寿全对筹备细节做了说明，晚会总导演孙耀宁介绍了节目演出和场景规划，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林代表协办单位发言，龚梅林理事长等组委会部分成员、协办单位代表孙伟、陈志等及部分社团代表参加了发布会。欢乐春节吉姆楚天是一场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充分展现荆楚文化独特魅力的大型春节文艺晚会，将分别于2月1日洛杉矶、2月2日旧金山演出两场，还专门邀请了十多位来自家乡湖北的国家级艺术家和专业演员，由德艺双馨的女高音歌唱家、红湖赤卫队中韩英的第三代扮演者刘丹丽，汉剧大师陈百华的传人王丽，武汉楚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夏清玲，百变歌后男女反串的土家族金花陈娟，武汉歌舞剧院女高音徐世杰和男高音歌唱家董延峰，武汉著名的三大男高音歌唱家窦烈伟、毕俊峰、陈顺桥，湖北卫视主播聂文、湖北卫视著名主持人王慧，还有洛杉矶当地的好莱坞演员、导演和制片人 Vitor McChen、 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Marina、 沉浸舞蹈学校的近百名学员，共同演绎这场不同凡响的新春晚会。几个月前，美国加州湖北同乡总会广泛地联络了湖北省武汉市在国内的一级演员和艺术家们，将一场丰盛的视听盛宴会介绍给我们的广大湖北乡亲和在加州生活的海外侨胞。这一次我们的演员阵容非常庞大，既有歌舞，又有相声，同时呢也有戏曲，我们将东西方文化完美融合，这将是一台湖北风味非常浓郁、荆楚文化争奇斗艳的文艺晚会。希望我们广大的侨胞、广大的湖北乡亲共同的来欣赏。那我们这台晚会呢，是聚集了我们美国在美国的当地的一流的艺术家，比如沉浸舞蹈学院，比如中美华人戏剧联盟，比如我们的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的金牌主持，哈，这是我们当地的。那么在这个湖北省呢，派出了最强的中国现在最强的演出阵容，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在在全世界比较红的一对相声演员，叫相声新势力，哈，所以这一次的晚会呢，任务重，担子这个压力特别大，希望呢能给这个二月一号能够呈现给洛杉矶的华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同时我们在二月二号，我们还在旧金山举办第二场。华夏电台记者罗兰刚采访报道。华夏电视台1999年成立于洛杉矶，覆盖北美华人世界，8000多小时的庞大片源，24小时的全天候播出，带给你与众不同的视听享受。从经典影视到时尚栏目，从传统剧集到现代精品，这里有最全面的武侠经典，这里有最丰富的影视资讯。华夏电视台网络中国当红明星，纵览华语影视世界。